松鼠在树上吃得饱饱的。是刺部，然后第二个是主部。大家有没有找到我们田部？好，第一个我想要环游世界，世界的界是田部的。有时候我们说出太阳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它的味道吃起来怎么样？这是。不一定，它的味道吃起来甜甜的。那我们一起来变身成可爱的萤火虫吧！在这里举起右脚，在这里右脚画一个大大的圆。